为了省钱跟减肥，我一天只会叫一餐外卖，然后那一餐外卖呢，就是满满的淀粉跟肉，然后吃一整天。可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忙，加上那个时候为了减肥省钱，你整个人气色就会变得很差，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到像医生都会建议说一天一定要五蔬果的含量嘛。可是我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。我今天就带一个法宝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酵素魔法小金粉。你们可以现在手上有的人可以先试吃看看，因为其实好吃好吃的，而且你只要喝一点点水其实就 OK 了，味道非常好。可是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它，是因为大哥老婆有在吃，然后发现他有在吃之后，心里就想他不是才刚生完没多久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很贴心嘛，它是呢都是以孕妈咪可以安心食用的为出发点，然后去做研发。有的孕妈咪便秘的状况更严重，可是我们吃了好多种酵素，有的酵素就是会让你狂上厕所，狂跑厕所，有对你吃这种酵素就会觉得很担心自己身体状况到底吃了什么进去，更别说如果是妈咪吃的话，她如果这样跑厕所，对孕妈咪也太不好了吧？就是身体影响会很大，所以我发现，因为耿如果在吃，我就更觉得他们很贴心，让孕妈咪也可以食用，我们也可以吃很安心。我吃完了，有点像跳跳糖，而且它会化开，对，很好吃，凤梨的味道，对，好香哦，很香，对不对？酸酸甜甜，完全没有那种奇怪的味道，因为它很好入口，不会有那种吃下去会咳的。你们吃起来甜的感觉，它其实呢是蔬果的甜，它里面呢有含102种的综合蔬果萃取，30度的低温发酵，然后维持这个酵素的活性。因为酵素其实很容易死掉，所以呢你一定要用它，而且是台湾的专利，就可以让这个活性维持，还有加上了20种的消化酵素，像它其中啊有超能三效，里面就是有凤梨酵素、木瓜酵素，还有蛋白酵素。它呢可以改善你的消化不适啊，然后降低负担啊，还有增加代谢。那像因为大家都有运动嘛，很多健身房的人是不是大家都会吃很多蛋白质？对。而蛋白质呢，其实有专门分解蛋白质的消化酵素。因为像这样子的酵素呢，就是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其实比较分子比较大。所以如果你吃进去没有靠这些酵素来辅助的话，就很容易吸收不进来。那你吸收不进来就等于是白吃了。对，然后你干嘛骂人啊？白吃，干嘛讲就讲骂人呢？里面还有一个法国专利的 SOD 酵素，它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呢提升的代谢率，而且呢它有专利的棕榈油包覆，可以通过消化道的酸蚀哦。我觉得现在因为年节到了嘛，我就会在饭前的时候呢先吃一包。那除了这样饭前吃一包之外，还有一个方法吃，就是呢我会把它拿来加在气泡水里面，我就倒大概2/3包。好多哦，对，它很多，而且我都还有吗？里面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我自己吃就是整包吃进去，觉得哇塞，超好吃的。对，因为像很多气泡水是加糖浆，但这个就比较健康，健康啊，而且你就等于补足好你的蔬果含量嘛。Cheers， 好不好？怎么样，大哥？我觉得我整个身心灵。我自己觉得饭前喝呢，一方面有饱足感，一方面呢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罪恶，吃完大餐不会那么罪恶。大家在重视身心灵健康的同时，除了运动之外，我觉得吃的也很重要啦。大家选对又方便，然后又让自己安心的产品很重要，气色才会好，体态才会好。好，谢谢。